您好，我们是这个韩国 KFO 领事博览会这边的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就是想问您几个问题。这个，您之前有就是吃过韩国的这方面的饮食吗？韩国。韩国的饮食。辣白菜。辣白菜。烤肉。这是火锅。对。对。那在您吃的这些饮食中，您觉得哪一些食物是您比较喜欢的呢？那个部队火锅蛮好吃的。是比较喜欢的是吗？对。对，就是部队火锅的话，那您在这个生活中，就是部队火锅，同类型的产品还有一些，就是像食，就是像咱们部队火锅不是那种大锅吗？大锅同类型的话，还有什么有感兴趣的，有吃过的？拌饭，对，拌饭是吗？那像在武汉这边，我们能购买到就是韩国的这些产品的话，除了像武汉的万达，还有其他地方，你会选择去哪里购买韩国的食品或者是副食饮料？就是像一些那种进口的超市。那比如在什么地方？不太记得了。OK， 好，采访就这样就结束了。但是呢，您这个段就是我采访的视频，可能会出现在我们韩国 KFood 的官网上，这个您是可以的是吗？是可以是吗？行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您。